Pranologis， 我是阿育吠陀医师 July， 欢迎与我今天一起练习61点身体扫描瑜伽睡眠术。请先将身体躺在地板上或是躺在床上，两只脚张开与髋关节同宽，手臂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，手掌朝上，感受身体与大地的连结。请将注意力带入你的肚脐，我们将进行十次的腹式呼吸，每一次吸气吐气自然毫不费力。吸气时感受空气进入你的身体，充满你的肺、你的肚子，吐气肚子清空 ，prana 离开你的身体。每一次的吸气吐气完全的自然，毫不费力。一共进行十次，我会帮你数。现在将注意力带回你的全身，再次感受身体与地面的连结。接着请将注意力带入你的大脑中央，感受大脑中央有一个点，绽放着蓝色的光芒。请不要想象它，感受这个蓝色的点，能量释放在大脑的中央。注意力带入喉咙，感受一个蓝色的点，光芒绽放在喉咙中央。感受它的颜色，它的能量。接着将注意力带入右侧肩膀关节，蓝色的星光在此绽放。注意力带入右手手肘，蓝色的星光，感受它的能量。注意力带入右手手腕，感受蓝色的星光。感受蓝色的星光在右手大拇指指尖闪烁着，蓝色的星光在食指指尖闪烁着，闪烁于中指指尖、无名指指尖。感受蓝色的星光在小指指尖闪烁着，允许自己释放掉一切，放下一切的紧绷，生理的、心理的。感受右手手腕、右手肘、右侧肩膀、喉咙，感受左侧肩膀蓝色的星光绽放于此，感受左手肘与蓝色的星光，感受蓝色的星光移动到左手手腕，能量在此释放。
蓝色的星光绽放于左手大拇指指尖、食指指尖、中指指尖、无名指指尖，感受蓝色星光绽放于小指尖、释放下一切。这个当下的你，不再需要承受任何的伤痛，任何的紧绷。感受左手腕、手肘、肩膀、喉咙，注意力带入胸口中央，感受在你的心上，蓝色的星光绽放着光芒，感受它的能量、它的光亮、它的热度。蓝色星光绽放于右侧胸口，回到胸口中央。蓝色星光绽放于左侧胸口，回到胸口中央，感受你的心。注意力移到肚脐，观想感受蓝色的星光在此绽放着，代谢掉一切，释放掉一切，心里的、生理的。感受蓝色星光闪烁于骨盆中央，蓝色星光闪烁于右侧髋关节，感受右侧膝盖与蓝色的星光，感受蓝色的星光闪烁于右脚脚踝，蓝色的星光绽放于右脚大脚趾的指尖、第二根脚趾，闪烁于第三根脚趾、第四根脚趾，感受蓝色的星光闪烁在小脚趾的指尖，允许自己放松。在这个当下，你是放松的。感受右脚踝、右脚膝盖、髋关节、骨盆，感受左侧髋关节，蓝色的星光在此绽放光芒。感受蓝色的星光绽放于左脚膝盖，蓝色的星光闪烁于左脚脚踝，感受蓝色星光闪耀在左脚大脚趾的指尖，闪烁于第二根脚趾头、第三根脚趾头，闪烁在第四根脚趾头，感受蓝色星光在小脚趾绽放光芒。放下一切，此刻的你可以忘却一切。感受左脚踝、膝盖、髋关节、骨盆，觉知你的肚脐，感受你的心、喉咙、第三眼、眉心，感受蓝色星光绽放于第三眼。
你是一片夜空，所有的点，蓝色的星光，闪耀在你之中。感受吸气与吐气 ，prana 生命能量，游走在你之内。你是全然放松的，身体是放松的，心是放松的。觉知，感受着 prana， 感受着这个当下。慢慢将注意力带回全身，动动手指头、脚趾头，将身体唤醒之后，右侧躺在地板上。我们运用几次的呼吸，将意识带回原本的生活。你可以就此进入梦乡。你也可以吸气，慢慢的坐起，双手合十，置于胸前，感谢内在的自己，陪伴着你，进行了今天的练习。Namaste。